在刚刚我过来的过程当中，在新闻看到，其实，在大概12点多已经出了防爆，而且出了催泪瓦斯。那这个很明显看到，警察香港警察已经到了一个疯狂的一个状态。在一个闹事当中，在一个星期天，完全没有任何的。不要骂，文姐不要骂。可以去拿卫生纸。可以借一下吗？我们先拿，先拿。来来来，没事没事。所有群众冷静，麻烦大家停在自己现在的位置，麻烦大家不要移动，谢谢。我觉得这个明显看到这些亲中人士他们的，然后右转你就可以到后方去了，这个方向慢慢往前移动，谢谢。这个很明显可以看到这种亲中人士他们的非常低，面对舞台低职的一个交通组帮我把人群往右侧移动。我们在香港其实每一天都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威胁我们的安全，其实在我们的香港很多的社会运动的人士其实每一天都在面对这种状况。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很明显就是一个打压跟一个恐吓。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那对这个我觉得香港人面对这种状况是不会退下，也不会因此而被吓怕的。谢谢。